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干嘛的？我唱歌的，点歌吗？唱歌，啃着面包唱啊。时间紧迫，然后就垫一下肚子啊。我点一首歌，然后啊，可以。我唱完这首歌的话，你要把面包吃完，好吧？这可以啊，怎么了？然后点歌费的话，双倍给你。双倍给我？行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你唱的好不好听先，主要是。先别管我唱的好不好听，点一首《Sorry My Son》。那夜流了几次泪，爱过的才能够体会。冰和水只隔了两杯，昨晚都泪回笑回，支离破碎，物是人非。是否非你大可不必逞英夺利，有机会黑夜里对着镜柜镜子里的自己紧隔离聊以安慰。 Sorry my son， 暧昧就对是与非或是因为编剧没写得那么完美，他创一杯错与对是是否非你大可不必争名夺利，办事办事。以后要按时吃饭。其实我也是之前也是做这种唱歌的。是吗？我以前也唱了四年。哦。然后天天都没有按时吃饭，所以说现在身体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没，谢谢谢谢啊。按时吃饭是吧？啊。这首歌是我生日的。哦，原创。你是原创歌手。以后一定要按时吃饭，啊，知道吗？那是就是一起吃吧。啊不不，我还工作，我还工作。工作啊，你先给我点十首吧。可以，没关系。我感觉你今天嗓子有点哑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啊，一定要保护好嗓子，好吧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谢谢谢谢啊，再付一下钱啊，好好好。